準本啊，租買都得，買農地仲連埋間屋。咦，仲可以用埋隔離塊政府地喎、啊。跟我嚟啊！違反地契起屋，佔用政府土地，後果嚴重，相關私人農地會被收回，非法佔用政府土地亦會被檢控，漠視法紀，得不償失。筍盤睇清楚先啦，幾時都要問下專業意見啦。